一场陷害如意的戏让如意传由黑翻红。剧里周迅因为遭到诬陷，被人用鞭子抽打，躲在角落委屈流着眼泪的眼神看起来令人相当的不舍。我必须狠狠打你才能泄愤怒妇。如意被突然冲进来的贵人鞭打，周迅很快的进入情绪，把如意委屈害怕的心情带进戏里，下戏之后还久久不能回复。停，幕后花絮里，周迅和演员对戏，就算脸被打到了也非常敬业，不喊一声苦。打到嘴，除了周迅的精湛演技，他敬业入戏的精神也随着幕后花絮的曝光，让《如懿传》的剧情受到了更多讨论和关注。记者万绍安综合报道。